想不到吧，原来害死你爷爷的凶手竟然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你笑什么？我笑你这个记忆太假了。我爷爷死的时候冯宝宝最多才8、9岁，你这个记忆里的冯宝宝已经20多岁了，造假能不能造得真一点？你赶紧走吧，我要去叫人了，下次再骗我记得用点心。我到底有没有骗你，你自己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你有哪张脸我不在乎，你只需要告诉我全兴到底想干什么。看你这个样子是跟沈冲做了交易吧？你知道沈冲的客户都是什么下场吗？他们为了维持力量会不停地杀人，可是杀的人越多，被抽走的气也就越多，最后彻底丧失了人性。他们会不惜杀死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甚至哥哥。你的哥哥是你杀死的吧？闭嘴！我没有杀我哥哥，我就是胡生。我跟胡杰不可能。我弟弟呢，从小他就性格比较内敛，心里面应该一直是爱着他哥哥的。我是胡杰，我杀死了我的哥哥。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哥哥。不是全信，全信杀了我哥哥。是全息，全息，全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全息代表要干什么？全息，全息。还债的时间到了，没戏就拿命去。沈冲在隔空抽他的气，没得救了。是玉化毒将胡杰的脸易容成了胡胜的样子，他们的死亡肯定是高宁和沈冲所为。徐四，你去发布抓捕令。徐三，你去把楚兰叫来，什么都不要说，就说我叫的。冯宝宝呢？我刚刚才醒过来，连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你以为？张楚兰，你知不知道冯宝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几年前，为了完善刘彩虹，我周游世界，采集各种各样人的气来分析。我去过一个国家，
他们对于重刑犯的处罚是彻底破坏他们的脑叶白质，让他们彻底忘掉自己是谁，忘掉自己做过什么，甚至忘掉自己是一个人。不论之前犯人的气是什么颜色，行刑之后都会变得无色透明。他们破坏了罪犯的元神、尊严、荣誉，作为人的一切都会消失。这就是冯宝宝现在的状态，他的元神被清洗过。张楚岚，你真的了解冯宝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楚岚，楚岚，找你半天了，我爸是想见你一趟。好啊，正好也想问问你们。徐主任，您找我。楚岚，你来了。我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人联系过你？您是指什么人啊？全姓的人。您这么一说，好像是有一个陌生号码发消息给我。说什么？我拿给您看看。楚岚，你。张楚岚，你到底是谁啊？徐主任伤势怎么样？大夫说他失血过多，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可他怎么都不肯去医院。我清楚自己的身体，不用送医院了。我还有些话要跟你们交代。正好，我也有事情要问你们。冯宝宝，我爷爷是不是你杀的？楚岚，你说什么呢？宝宝怎么会杀你爷爷啊？我在问他，没问你们。冯宝宝，我再问你一遍，我爷爷是不是你杀的？你爷爷是我杀的。楚岚，莫冲动。徐主任，当年冯宝宝杀我爷爷的时候，你也在场吧？那你先坐下，我也应该把我晓得的关于阿武的事情都告诉你，你们两个也听到。你放心，如果想害你这儿的人随时都可以动手，
你也相信在黎镇都有那个势力。阿武是谁？就是宝宝啊。这么多年我一直不习惯改口。第一次见到阿武的时候，那是甲申年的事了。最近都不敢上山了。不上山是啥子嘛？那倒也是。哎，刘二，你一个人在这干啥子？天都要黑了，你一个人不危险啊？不像是本地的呀。这妹儿长得还有点乖哟。你要做啥子？要不得，要不得，那要不得呀！你他都无所谓的嘛。不好的，要不得。你们两个干啥子？好，打死你个鬼子！你们两个嫂子，妹妹，有啥子没得？哎呀，妹妹，你叫啥子名字啊？我们送你回去嘛。进来坐吧，我去整杯热水。进来。进来嘛，来。狗儿。那是我们屋头娃儿嘞，大名石祥，你可以喊他狗儿。来来，热水来喽。来，喝杯热水。热水。那个妹妹可怜得很，好像啥子都记不到了，怕是话都不会说哟。看她的穿着，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女娃娃哟。哎，要不明天去镇上看哈，看哪个屋头把娃儿丢了。好，那我去给她整点吃的，有可能是饿的。妹妹，那先睡嘛。明天呢，我喊叔叔到镇上去找哈你的家人。你莫怕，有啥子你跟我说，我们会保护你的。
一会儿，哎，哎，哎，好了好了，哎，这个菜太硬了，看不惯我看你，来，直男，哎，你先走，乖，哎呀，哎哎。把门关大，啊，门儿关大，你去镇上打听没得嘛？打听了没人丢娃娃，但是镇公所喊明天把人送过去。镇公所，镇公所能当个案子哦？不知道噻。那是办公办案的地方，到时候找不到家人又把他往外头一甩，好可怜嘛。但是不能让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噻。那好让村里面人说东说西的，再说了，多一个人呢就多一张嘴呀，多得好多嘴巴嘛。我不管，你光想办法。我能想啥子办法嘛？哎，你就不要管了，我明天就把他送到镇公所去。好厉害，好厉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快点，快点，再来一个，好厉害哟，再来一个，好厉害哟，好厉害哟，再来一个，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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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踢一个嘛。好厉害，好厉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再来一个嘛，好厉害哟！要我爸留下来哟。我爹后来去隔壁几个镇打听过了，没有找到这个女娃儿的线索，于是就喊她在我屋头住下来了。那是为了避祸逃进山里的人并不少见。由于这个女娃儿啥子都问不出来，连话也不会说，大家就叫她阿五。我娘家在没落之前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家，教阿五说话这件事就落到了我娘的头上。那个是狗狗，我娘说阿武可能是脑壳受了啥子刺激，把一切都忘了。他还为这个说法拿出了证据。老许，狗儿，这个写的是啥子哦？冯宝宝。冯宝宝，我脑壳里面只记得到这个，我好像叫这个。我都说嘛，恁个乖的女儿恁个不会说话嘛，别拿我写字。我娘这下兴致更高了，开始带着我和阿武识字。因为之前嫌我太笨了，他曾经一度放弃教我识字这件事。狗儿，你看下别个阿五，再看下你。哎呀妈，你又不是今天才晓得我笨。再说了，阿五本来就会写字，最近他都忘了，现在慢慢想起来了的嘛。阿五，你除了你的名字，还想得起来其他的以前的事情不？以前的事情。哎，啷个了？哎，啷个？哎，啷个了？哎，啷个？快去喊巡逻队！他现在是郎中。阿婆，你没事吧？阿婆。妈，阿武这次在干啥子？我也不晓得，他刚才挣扎起来都一整个坐到了给五星朝天。这娃娃是不是练气哟？练气？气？练气就是江湖上那些奇人的一个方法，早些年我都想找个师傅来练气。
我在师傅门口跪了三天，最后啊，师傅还是收了我当徒弟啊。可惜啊，我没那个天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奇丽灵异，当时我只是觉得阿武身边刮起了一阵令人舒畅的清风。嫂嫂，这个女娃子的事情不要在外面说哈，怕惹事。这个女娃子的背景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阿母，你变成啷个了？不晓得，脑壳就跟要爆了一样，好像啥子东西要从里面冲出来。然后啊？然后我就坐到起，过一会儿就好了。我是哪个叫你的？我是练气的吧？不晓得，应该是我以前就会的吧。总之就是让我身体里面的东西都转起来，转顺了就不痛了，还感觉到舒服的。怪是你哦。你身体里面也有啊，我感觉得到。我也有。不行啊，你跟我一起。有啥子嘛，弄了那么久了，啥子感觉都没得。好怪，你不坐到也能感觉到那东西啊。你继续转我看一下。怪不得你杂念太多没有静下来。鬼扯，你啷个有杂念多？我肯定晓得啊，虽然我不晓得你具体在想啥子，但我能感觉到你没有静下来。那个东西像水一样，杂念会把它冲得七零八落。你只有真正静下来，那东西才会在你身体里聚拢沉淀，聚拢沉淀，最后沉到你肚子那儿。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气这个东西，后来在阿武的指导下，练气就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因为怕爹娘不让，这件事除了我和阿武没人晓得。感觉越来越强了，徐伯也真是笨，这么简单的玩意儿他这么多年都练不成。练气的第一步得到气杆，这第一步最难也是最凶险的。若不是阿武帮忙，就算我晓得方法，实质练习的话，最终也只能落个暴亡或者终身残疾的下场。当然，这是我许多年后才晓得的事情了。黄杨扁担也嘛软溜溜哎，结果呀阿里哎。赵爷，你唱的是啥子啊？还怪好听的嘞。黄杨扁担的嘛，喜欢听的，喜欢听我教你唱嘛。黄杨扁担呀嘛软溜溜哎，黄杨扁担软溜溜哎，黄杨扁担呀嘛软溜。解呀解呀，解呀解呀，下流走那么解，过呀哈里呀。现在想想，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了。如果时间就那样不再流转，该多好啊！
今儿晚上娃儿们要办红薯蛋是巴适。绿色的为猪买。阿婆，二爷给你买的鸭子，拿到去。二爷来，走走。哎来。哎呀。哎。赵三儿，你们没觉得奇怪吗？那女娃子十八九岁到你们那点五年了，一点都没有变。算了，今儿我不说那个事情，我跟你们说另外一件事情。那个女娃儿啊，一直在你们屋头待起，也不是办法噻。你啥子意思嘛？阿婆，二姨呀，跟你说个好事儿，我们都商量好了，你来跟二姨做儿媳妇儿，好不好？儿媳妇是啥子？哎呀，你看嘛，二姨呀，今儿把那个鸭子都给你带过来了，那个呀。都是他的亲爷，二爷，我们好久商量好了。哎呀，看你说的，那我屋头的条件，你们又不是不晓得。阿婆嫁到我那点儿嘛，我这还有吃亏了的嘛。我觉得徐二姨说的有道理。关雪。到你家屋头那个六口岁的好儿子还想要阿婆做梦。哎，你说啥子？那阿婆说的好像很聪明一样，他脑壳还不是有问题，跟我那个儿子嘛相配得很噻。反正不得行。哎，不对啊，狗娃子，你未必个人喜欢他呀。你那个娃，哎呀，坐，你要争了不要争了，我们让阿婆来选择嘛。徐二姨，你说是不是？二姨啊，你呀都不要劝别个阿五了，他瓜兮兮的，他啥子都不懂。那个事情呢，我说了算，不得行。鸭子我屋头多得很，阿五呀都只得一个。你能是说得搞笑哎？别阿五又不是你屋头的，你凭啥子给他做主啊？都是因为阿五不是我屋头的，我不能随随便便交给你的嘛。二姨，要是有一天。阿婆他妈老汉儿找到屋头来了，你想哈嘛，我啷个给别个妈老汉儿交代呀？哎呀，交代，你不都是想把他留给你们儿子个嘛？二姨，我没得别个心眼儿在哈，但是他嫁到你屋头啊，肯定是不可能的。你们两个呀，都慢慢养那瓜娃子一辈子嘛，真的是，哎呀，不搬了呀，烦死了。进来。哎，我说你刚才对徐二姐的，你给我徐二姐。你脑壳是不是瓜？那个娃儿恁个哈，他妈本来也不啷个样子，周围哪个邻居愿意把女儿嫁到他们屋头去？你是怕被阿五往后跟着推吗？啊？但是阿五不能一直在我们家待着噻，都那么大个女娃娃了，一直待着算啥子嘛？那你都等我忙完了来，我带他到镇上去转一下嘛，看找到家人不？那就只有这个样子了噻。那二妈，要是一直找不到他的亲人的话，也不可能把他赶出去噻。要不？我们家给他加个名分吧。哎，二姨还真说对了，你娃真的对他有心思啊。哎，要不妈认他当干女儿，可以当爹家的不？妈，我就是担心呀，他要是一找不到家人，那我们就只有找他进我们屋头了。你那个话啥子意思嘛？你是觉得那个阿福瓜兮兮的吗？还是你儿对不起啊，我不是觉得他太瓜兮兮了，我是觉得他太凉薄了，冷冰冰的。你说就是一条狗嘛，也是有感情的嘛。你觉得他对我们有像一家亲人那么亲吗？哎呀，你比女人还女人啊。我背。哎呀，阿婆，你喜不喜欢我吗？喜不喜欢狗啊？喜欢。啥子是喜欢呢？
他咋晓得啥子叫喜欢嘛？我就开个玩笑而已。喜欢，我喜欢，喜欢。哦，阿宝，喜欢。阿宝，哎呀，阿宝，喜欢阿宝。阿宝，阿宝，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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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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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好了好了，哎，我想了我想了，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嫂子，好了好了好了，阿宝，好了好了，阿宝，莫想了，早已只是随口说的哈，好了好了。汪洋扁担乱流流为结果压力条条白泥下流周围各呀各呀下流周围各压力三二一，过几天我把你照片给送过来。照完了呀？嗯。啊，谢谢啊。谢谢谢。哎，阿爸，过两天你就能看到咱们家的全家福了。全家福？啊。啥子是全家福？就是一家人照的照片噻。来来来，阿爸，你都来我屋头五年了，我们也不晓得你是好久出生的。所以我们都想啊，以你来我屋头的第一天作为你的生日。阿宝，生日快乐。嗯，咋子是生日呢？生日就是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上次我过生日，我妈就给我弄了两个鸡蛋。两个鸡蛋？你今天老实点。那这些都是给我的吗？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吃。是我的哦，我的我的我的，嗯，狗娃子，这个是我给你留的最后一块肉。好不好吃？嗯，老子谢谢，谢谢阿伯。那屋成了我们最亲近的家人，但开心的日子被不久后的一场事故打破了。我老实点，走，把值钱的能吃的东西都给我带走，动作麻利点，老实点，别动。那是我们家的呀，对呀，待会儿把这帮村民赶到一起，全部都烧死，省得泄露我们的行踪。黄杨面隔木让流流隔木切不要好一样那手里
娘们长得。下一个，老大。好，哎，记好，东西你拿走，你把人给我留着嘛。我他娃还小啊，你把他给我留着嘛，我给你跪下了，我求你了，娃娃还小，你把他留。我给你赔了。大哥，这妞怎么样？站住！老天，老天不长眼呐！老天不长眼！老天不长眼！小艺，不晓得为啥子看到你哭，我有点伤心，这儿痛。我不想看你哭，我也不想看到徐叔跟狗娃子被伤害。我想看你笑，我想听你唱《黄杨扁担》，这就是喜欢你们的证明吧，小艺，我喜欢你，喜欢叔叔，喜欢狗娃子。阿伯，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啥子都不晓得。小艺，我不想你哭，我想你开心，你要咋过才能开心？你叔死了，你问我我要啷个才能开心？所以，好，我要他们所有人都陪眠。这老娘们儿够烈性，我喜欢。好嘞，赵爷，我让他们都死。小丫头骗子挺有劲儿啊，练家。他以为那场血腥的场面会给我造成太大的冲击，他不晓得，对于已经半只脚踏进异人世界的我来说，我看到的是更加诡异离奇的场面。跳一跳，背
解呀解呀，想流走呀莫解，过呀哈里耶。天外一来客，我欲无求，不息不努，金刚之身，无私无休。但是我又是谁？谁又是我？什么？